电话不能让你因为又不给别人的，比如说那天我们又忙事，你给我留言了，能不能给你检查一下？说不能检查的包嘛，如果要看到我的包的话，就要你的道歉，然后呢和你录那个视频，然后店员这边同意了之后才一起看的包，确实是我们这边的问题。对于当时的情况，在所的店员，然后现在店里面的店员啊，就是做了一个培训，避免再次的这个情况嘛。昨天的话我已经给他打电话道过歉了，不是说公开道歉嘛，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没有这个权限，然后呢要往上面报。